哎，朋友们好啊，今天是一期我非常开心的视频。前两天我不是介绍了这个宝可梦最新的手游 Pokemon TCG Pocket 吗？我当时就有说，如果那期视频有非常多人点赞的话呢，我就来安排一期线上抽100包卡包。果然大家非常给力啊，很快就点了很多赞，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拍这个连开100包卡包。正好也有非常多的网友问我怎么样才能玩到这款宝可梦最新的卡牌手游。我们以这个苹果手机为例啊，首先你要购买或者注册一个新西兰的苹果 ID， 在 App Store 里边搜索到这个新游戏，把它下载下来。因为这款手游呢，国际服10月30号才上，只有新西兰服抢先上线，所以我们需要接入到这个游戏加速器，在这边推荐这个酷游加速器。你看，打开首页就是我们这个宝可梦 TCG Pocket， 点进去选择加速，然后打开游戏。那关于这个游戏的入门教程呢，我上期视频已经很详细的介绍过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看。那点击进游戏就可以正常的玩耍了。如果你是安卓的小伙伴呢，你可以在这个酷游官网下载这个酷游加速器的 APP， 直接在加速器里边下载这款游戏，然后加速它。那接下来朋友们要到了这个开包演示环节，我已经提前在里面充了1000块钱人民币，在这边非常不建议大家给游戏花很多钱，你们在网上看我花钱就可以了。之前我们抽的是这个超梦卡包嘛，抽了也大几十包了，一张这个三星一画都没有。那今天我们改变策略来抽这个喷火龙池，里边有可能开出最好的卡呢，是三张金优儿，我们的带着皇冠标识的皮卡丘超梦喷火龙，以及一张三星的喷火龙全息动图卡，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接下来我们直接选择开封十包，你们看我有755个金块。今天的十连呢，我们就简单带过一下，出了好卡再仔细给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挑战。好，撕开，会不会出货呢？哇，臭臭花一星一画，我个人非常喜欢臭臭花这只宝可梦，可以开个好头。然后一张宝石海星的 EX， 然后又一张臭臭花，我个人非常喜欢臭臭花这只宝可梦。第一个十连没什么货，然后朋友们，我们开第二个十连，来啊，划开它，一张，哎呀，烈焰马一星一画，第二张啊，什么嘛，火焰鸟啊，胡弟，我又要把这个喷火龙包的一星一画集齐了，呆呆兽1000块钱啊，老铁，你这游戏这么对我。上一个视频里边非常多小伙伴在评论区晒出了自己抽到的好卡，我们玩的真是一个游戏吗？接下来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三个十连，如果大家觉得我可怜呢，多多给这个视频点赞、投币、关注、评论一下，如果点赞超过2000的话，我们下一次继续来开100包这个线上的 Pokemon Pocket 卡包啊，四个方块的怪力 EX， 呆呆兽一星一画，然后臭臭花一星一画，只有呆呆兽和臭臭花我发现了。接着还不出啊，三个十连也记了。好，可以说朋友们，我们开的是一塌糊涂，500张图鉴达成，你们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了吧？接下来啊，第三个十连，来看一下小火龙一星，然后哎，两星，今天的第一张两星，终于火焰鸟，这张卡图超漂亮的，朋友们，你们看啊，它这个卡面做的像卡雕一样，又是小火龙一星一画，已经40连了啊！烈焰马40包。一张两星一画，不玩了。今天这期视频之后，我就正式退坑。那我们接下来朋友们，第五个十连，这个出率真的是我的问题吗？第一次开到拉普拉斯的一星一画啊，火焰鸟挺好，真的逼我退坑。第五个十连更惨，第六个十连，哎，这是不是一张人物啊？它后面是彩虹啊。嗯啊，两星，今天的第二张两星一画，火焰鸟，所以我们今天抽到的两星都是火焰鸟。哎，然后喷火龙的 EX， 朋友们，第六个十连出了一张两星一画。那接下来朋友们，今天的第七个十包椰蛋树 EX， 我感觉我这个爆率已经不能用不合理来形容了啊，怪力的 EX， 今天70包。到现在一塌糊涂。我们今天第八个十连，哎，烈焰马一星，然后四个方块啊，你好男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三张两星，前两天开到了阿菊，今天开到了夏伯，我的命难道就是这样的吗？第八个十连，我们开到了今天的第三张两星。那接下来今天的第九个十连，呆呆兽来了，这不是烈焰马。哎，接下来一包直接送了一张胡弟一星，小火龙一星，完蛋了，今天100连什么都没有。今天我们最后一个十连，开完这个就开了100包了，拉普拉斯。我们今天100连三张两星一画，不行朋友们，我气不过，我准备把这些攒的留给下一个卡池的全都给他抽了。今天朋友们最后一个十连，哎呀，两星的纳兹出了一张女生卡，朋友们，他这边显示是我今天可使用的宝可梦金块已达上限，所以我没法使用这个超能力了。我们活生生玩到了这个游戏的氪金上限，没有开出三星，朋友们说真的伤心了。
不太想拍了，甚至连自媒体都不太想做，哪有人玩游戏玩游戏把自己玩 emo 了。那视频的最后呢，我们就用我今天开到这张下博跟大家说再见好了。下博怎么说再见呢？大家都不要再给这款游戏花钱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这样，这是我今年拍过最难过的一期视频，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等一下，你们已经觉得刚才是这期视频的最后了，怎么可能？第二天我又花了1000块钱抽了100连，终于把3张这个全图的三星卡抽到了，而且啊，这张超梦的全息卡我甚至抽到了2张，还有2星的极冻鸟异化、火焰鸟异化，以及人物的纳兹、阿菊、夏博和很多2星的普通 SR。 那这边就是今天这视频真正的结尾了，拜拜啊！下次我想抽那个金皇关卡的时候我们再见。